这种二手机啊，兄弟们千万千万不要买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屏幕我跟你们说，长则一俩月，短则三五天，必挂，你们信不信？这是咱们刚送的一个12 Pro Max 啊，这个屏幕一看就不对，来展示一下，给兄弟们看一眼，黑边又宽又大，屏幕的颜色也不对，非常的，它这个颜色看到没有，泛白，这对比下来，这是个原装的，看到没有？颜色很深啊，又黑又深，看到没有？黑边非常的窄，这是个压黑皮的，看到没？颜色都不对，黑边也特别大。原本那个屏幕的触摸的触不动的不能用了啊，需要压一个排线上，就压过排线了，就压黑皮，懂了吗？就是一个屏幕的一个驱动，明白了吗？但我这种12 PM 它是原本是没有驱动，都是需要外挂 CP， 懂了吗？这种机器啊千万不能碰。像这种压黑皮的，我跟你说，它比压盖板的质量还要差。压盖板就是只换一个玻璃而已，对于使用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质量还能用得住。但是这种压 TP 的，我跟你说，千万千万不要买，几天必挂。